变的就叫做什么叫做没有变？没有变有两个字。没有变，没有变在数学上有两个字。数学上也就是小无解。你们一定有，跟书都有硬的，一定有学过了。我要学写什么字？尝试。常数。常数函数。直接写在这个字的吗？直接写，跟我一样写在这样的位置吗？完全不改变的，稳定不变的，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的，就叫做常数函数。政委，你还没跟上。然后呢，爬楼梯的方式就会影响到他会写出什么样子的。比如说，这个爬楼梯的方式爬这样就会上升这样，这个之间的关系大概是一比二。如果假设其实不到一比二。四七七一，所以是不是大概一个半，对不对？我画的啊，我画的。这里每一个它就会上升一个半，对不对？了解吗？这一个我们就称它的变化叫做，这个的变化就叫做一个半的变化。在这里是一的时候，你画的跟我画的不一样哦。我这里一的时候，我会上升一个半，所以这个的变化是 1.5 的变化。我只要，这很重要啊哈，我只要每次都这样，就只要一样，然后我就会上升一，我就会上升 1.5， 我的直线是这样画的。那你的直线画都不见得跟我一样哦，所以这个的变化叫做 1.5 的变化，这个的变化叫做 1.5 的变化。那这个的变化呢，我就要画看看哦，请你画你自己的哦，我的跟你不见得一样哦。然后这个的话呢，下楼梯，所以我这样子的时候呢，哎，我只有下像这样。所以我一的时候呢，哎，不到一，大概0.8。所以呢，我一的时候，哎，等一下哦，我若写0.8，好像怪怪的。0.5差不多吧。不是那个怪，这里一，这里一，所以大概是0.8。可是我这里写1.5，这里写0.8，我感受不到它是下午。请问我用什么就可以让我感受它是在下午？一变1.5，然后0.8变一。嗯，对，那个要负号，上升用正的，下降用负的，所以这个是-0.8，所以这个变化是-0.8，所以负的它会下降。来，自己画你的图，看你的是哪一种的。到现在还没跟上，好，没关系，现在开始画，把黑板的图画。所以上楼，这个是正的。如果你要特别强调它的不同，这就是正的1.5，这个是负的0.8。每一，每一它就下降，每一它就会下降。我透过负号来表现它的下降。每往右一，每往右一，它就下降0.8。
你根本不是零点八，你也写零点八。你要配合你的图形。如果我的下楼是这种下楼的方式，如果我的下楼是这种下楼的方式，为十一哦，我让我的一一样，我让我的一一样。这个下楼的时候，我不能再讲零点八哎，同学，你要配合你的图形。这里是一，对我而言一、二，所以我是下降二。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比较陡，下楼这个下楼的情况会比较恐怖，因为它很陡，上楼不好爬，下楼会怕怕的，就好像是在那个骑脚踏车路，你那个斜度很大的时候，下坡有点怕怕的。你说望爷庙那一种？其实小琉球的都还好，小琉球是只有哪里比较可怕一点？学校那个要往那个美人洞，我要怎么讲？十元商店知道吗？哦，就游客中心啊，还没到那里。十元商店的，你说我家吗？哎，那个斜坡，他家啊，你家那里？他家坐在斜坡。那一个坡，我骑摩托车也会觉得恐怖，尤其是骑摩托车应该会觉得更恐怖。骑摩托车、骑脚踏车都一样，就是因为它很陡，下来很可怕，上去也可怕。就是上去会怕，上不去自己撸下来这样子，然后下去会怕。主任，你前昨天是从白沙，然后绕到天南，然后起来国中。我每天都这样骑，你每天故意绕远路了。因为有时候我看到都是从我家经过。我最近很一段时间的故意。可以跟老师带你上学。故意绕远路。反正你是很少在骑摩托车啊。骑脚踏车。我说很少在骑。很少。我喜欢骑。老师，你会骑摩托车吗？会，老师会。老师，我骑一台白色的。我有看过老师。老师，我骑一台白色的。啊，你会开车吗？不是。会。不是。他会开卡车。有点麻烦。不好玩。麻烦你们，你们必须配合你们的图来决定你的数字哦，你不能抄我黑板的。啊，我来检查一下你们。可以写以此类推。你这个是写什么？零点，哎，图画写上去，图画的非常漂亮。确定那个有 1.5 吗？你们要养成习惯啊，你光你在写笔记，你是抄黑板，然后完全没有，就这个就是这个进步会比较慢。你要知道你在画什么图，请你好好的把它画好。主任，我要上铅笔。一是水平的，水平是一。水平一的时候，你如果 OK 的，你就像那个医生一样，请你去写那一本教材。主任，我要上铅笔。一，我觉得还可以。主任，他削铅笔。削铅笔可以随时去。削铅笔以后不用再问我。你们很懂事都会问，但是以后削铅笔不用，因为那是一个工具。对。礼貌哈，好，没关系，那你们继续问吧。非常好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好。你确定这里一的时候，这里是一点二吗？我觉得你上升的高度比水平的一还要短哎。哦。这期可以画大一点。你这期可以画大一点了，重画。不要求以后就给我的规改。太沉了。重画。眨眼。来，从此以后你图形画的太小的，我要求你重画哦。哎，等一下，一，不用去量，几公分？一，这里如果是一，那这里你会说它是多少？这里如果是一。它大概是一点多少就写多少就好，不需要量几公分，不用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比如说，你这一个的长度有多长，我可以说用我的手来量啊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三次再一点点，
大概是我这只手在这样子而已嘛，所以大概是3.2左右。知道我在讲什么？大了吧？字写很小，我看得很辛苦。下降，下降就要写复数。字太小了。这样薄一点就写一点。然后我们的习惯，这样比较方便。横的一，横的让它是一。横的是什么？横的是这样叫做横的，横的让它是一。来，请你们去写那个教材。我跟你讲，你写什么对？一句下页，而且都要看过，都要看过。不会写那个。它是下降，下降，所以要负的。好，很好。来，同学看黑板哦，注意看哦，哈，接下来是重点哦，注意看哦，注意看哦。水平的我通常会用 X 来表现，通常是习惯，是习惯。高度我用 Y 来表现。所以我水平一高度就 1.5， 水平如果2高度就会 1.5 加 1.5， 对不对？水平如果3呢，高度就会 1.5 加 1.5 加 1.5， 我可不可以轻松一点？水平如果7呢，高度是多少？7个 1.5， 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水平用 X 来表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高度呢，高度哦，高度就会是 1.5， 看你有几个，对不对？请你在你的上面写上去，你的答案跟我不会一样哦，你的答案跟我不会一样哦。然后你把 X 轴跟 Y 轴加上去，这样这一条就叫做高度的变化，随着 X 在改变，每一次都变化 1.5，所以它是 X 变化的 1.5 倍，所以1它就 1.5， 2它就 1.5 两个，3它就 1.5 三个，对不对？就乘以多少？一样的道理，这个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的话呢，你看你滑楼梯从哪里开始滑？我会怎么写？它是在下楼梯，下楼梯，所以呢，一的时候我往右边走，一的时候它就下楼梯 0.8， 对不对？往右边两次的时候就下楼梯两格，对不对？往右边七次我就下楼梯七次，对不对？所以下楼的方式怎么写呢？我是用什么方式下楼的？下楼，对不对？所以是负的。怎么下楼的？500，用0.8的方式下楼，对不对？看我下楼几次，可以吗？把它写好。所以我这个也是一样。所以这个就叫做什么？我的高度会等于。我用下楼的方式，对不对？每次下楼两格，对不对？看我下楼几次。不用，不用。这是我画的图，我给你们看我的答案而已。好，那。你会发现你写的这些东西呢，你写的东西都这些东西呢 ，x 都是一次方而已 ，x 都是一次方而已 ，x 都是一次方而已，这一些我们统称为
刚刚这个叫常数函数，这个不能叫常数函数，因为它一直在变，要么就上升，要么就下降，对不对？不管是这个或这个，因为改变是由它来改变，改变是由它来改变，它变来影响到它的，这种就叫做什么样的函数？对，一次性的函数，所以我们就在一次函数。请你把刚刚的笔记再加上，线性函数有两种，一个叫做永远都不变的常数函数，另外一种就是上楼下楼的，上楼的下楼的就是 x 会一次方，所以我们称它为一次函数。一次函数有两种，一种是上楼，一种是下楼，然后不上也不下的就叫做常数函数。这三种画出来的图形都是稳定变化、固定变化，要么就没有变，要么就固定上楼，要么就固定下楼。所以我们要，所以接下来就很简单了。你把这个学起来，因为这个很好用。所以这是一，这是一，这是二。这个很明显是上楼，这个也是上楼，这个也是上楼，对不对？所以关键在怎么上楼，对不对？一个是上楼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请问一下，来回答我就好。第一条，上楼的方式怎么写？也可以 X 来，一定要看我这边哦，一定要看我这边 X。这个是怎么上楼 ？X 是一，先把一讲出来，以后你要省略再省略，好不好？第二条呢？二 ，Y 等二。二的方式上楼。第三条呢？三 ，Y 等三。三的方式上楼，对不对？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走到一半，它就掉下来，没有了。就是如果我们是，如果是只有这里呢？这里过去如果是 0.5， 就是 y 这个就叫做什么 ？y 等于 0.5。0.5 x， 这样懂我意思吗？不用做笔记，用看的就好 ，OK 吗？有上楼就会有下楼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下楼也是一样。那你注意看哦，看看你能不能。我现在讲的这个会有点难哦。我往右三格只有下降一格。这一条直线叫做 y 等于下楼，他讲的是对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每走三格才下降几格？一格。所以你把它当成一，不就是除以三吗？三格才进一格，了解吗？所以就负三分之一 x。学起来哟、哦，学起来。再来，如果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一个，两个。这条直线怎么讲？二 y 等于四 x。上升两个。二 y 等于四 x。y 等于什么？二 y 等于四 x。你不要讲几 y 好不好？直接用 y 就好。y 等于什么？二 x。y 等于什么？二 x。对。二分之一。四格才上升几个？两个。怎么可能会两倍呢？二分之一。知道我在讲什么？不可能两倍嘛。所以它是四格的情况之下，它只上升几个？两个。所以是二分之一。这个 OK 吗？知道吗？确定了。确定的话，我考你们一个难一点的。一、二、三，好像也没有怎么办。这个怎么讲？y 等于什么？y 等于二分之三哦。两格就上升几个？三个。
所以以他当做一就是除以八，所以是二分之三，二分之三 x， 这样可以吗？再来哦，我看看你会不会写。你有没有曾经就是，这个要怎么讲？不是啊，你是常常有这样的经验吗？是不是帮衬不下？有时候你是坐楼，你是坐电梯到第几层楼，然后从那边才爬楼梯的，有吧？你们去逛百货公司没有逛过？有。都没有逛过百货公司，没有逛过的请举手。都有啊。对嘛？因为你们都会出去 shopping 啊，大晚上 shopping 啊，就是有时候户外教学，为什么有时候你不会去的？保养。对啊，老师你去吧，你不会想吃厕所吗？所以有时候你会坐电梯到某个地方之后，然后因为你要到下一层楼而已，有时候你就不会坐电梯，你会走楼梯而已。搭手扶梯。搭手扶梯也是手扶梯嘛，就不是那个楼梯，就不是那个电梯直接上去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斜斜上去嘛。对。好，所以去看哦。所以你现在已经在二楼。你现在已经在二楼，然后在二楼这边开始爬楼梯。爬的方式呢是这种爬法，所以我图形画起来就这样。你已经在这里了，你已经在二楼了，然后再去开始爬楼梯。爬的方式是这样的爬法，这里。你会怎么讲你的高度？想一下，你会怎么讲你的高度？你已经在这里了哦。我也开始教了。你们听得懂他在讲什么？二，有人懂了，有人懂了。哦，我懂了。慢慢来，你已经在二楼了，这二楼你是不是要爬？你已经坐电梯在那里了，对不对？你已经在那里了。然后你要往其他地方去的时候才开始爬的嘛，对不对？很像我们有时候会帮你开车，帮你载到某个地方嘛。丢包，常常被丢包是什么？那个就是你不见得会是从山脚下才开始爬山，不一定。不然他会把你载到山坡上的某个入山口，然后你从那边开始爬，然后我想，所以他已经帮你载到那里了，载到那里之后才开始爬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请问一下。你从这里开始爬之后，你高度是会越来越增加。对。从哪里开始？二楼啊。既然是从二开始，你这个二能够不写吗？不行啊。然后从这里再开始怎样？加什么？二 x。到底是二 x 还是二分之一？二 x。小心哦。这个为基准，然后再来看它，了解吗？因为我在乎的是高度，所以答案是。这个 OK 吗？懂哦。如果我不是加，方向反了。如果我是减，是往下。对，它是下降的。它图形画起来就会怎样？它就会这样摔下来。你们的用词很恐怖嘞，不是丢包，摔下来，不然就是好。所以你就是要从这里开始，然后一，然后下降两个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会 用这种态势下降，态势。所以这条图形就叫做二，从二开始下来，从二开始下来，这样 OK 吗？接下来 X Y， 如果我从这里开始，然后呢？是上楼还是下楼？上楼。快到我。你看这一条直线，你会怎么写？他录到你是。来不讲，自己写，不画图，写答案。好。不画图，你只要写答案，你只要扮演一个角色，弄懂就好。Oh my god。所以这里是两格上升一格，高度 ，y 代表高度，高度。你会怎么写呢？从这里开始上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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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上升，所以你会怎么写答案？来，每一个人都要写。写什么？对，但是漏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它是上升的，不是下降，干嘛卷？对，好，接着就是从哪里开始到这边？好，你写了吗？还没。好吧。OK， 你呢？哎，不对，可以，可以。错一半，你的答案不用画出来，我只要你写答案就好。还没写，你还没写就是，不用画图，我只要你写答案，恭喜你，非常好。已经这节课没有睡着，还没写，你的呢？我刚睡很饱了。你的答案是错的。你的答案，好，你的答案是错的。因为你在睡觉。好，首先你是从哪里开始的？二二一。你从哪里开始？你有时候会是在地下楼，不是吗？会有地下一层楼啊？会啊，停车场。对不对？哎呀，或停车场啊？对啊，停车场还有地下一层、地下两层、地下三层。有过这种经验吗？没有，他就是在地下楼嘛，地下楼这边，所以他已经在这里了嘛，然后从这里开始上升了，所以他的位置都还没开始走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在哪里？负一。对，所以你的答案很简单，一开始一定有负一，加上，然后接下来他是上楼啊，上楼应该是加还是减？加。然后他怎么上楼的？加二。每两格上升一格，对不对？每两格上升一格，所以是二分之一。每两格上升一格，所以一格才上升一半而已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请你们每一个人，现在请你们画图，画 y 等于。来，这个数字你想写多少？二。来，对了，二跟一跟刚我们都讲过了。三好，三还是要负三？三。你确定你要画一百？三啊！一起画。这么高、哦。三。加还是减？加。二。好，全部同学画这个图。游戏照给我答对。我四个人。来，赶快画。游戏照给我答对。你从刚刚听到现在，你只需要画一次的图而已。图标画太小，不然我会要求你重画。我没有要你画很大，但是你可不可以照顾一下我的眼睛？我下去看的时候，可以一看就知道你在画什么，就这样就好。你不要让我要去看你的时候看太辛苦。换句话说，他从哪里开始走？从山的地方开始走，高度哦，高度哦。因为 Y 在讲高度，出发位置在山，所以山是你出发的地方。加二是在跟你讲他是怎么走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变化的方式。变化的方式。变化的方式是加二，所以它会往上，每走往右一就会往上升两格。你是对的，你不用唱。你那个格子吼，你养成一个习惯，你在画格子的时候，每一格尽量让它一样大，每一格尽量让它一样大。因为你这样子会慢慢的对你的图形会很有感觉，你的格子不一样大，你的图会带给你没办法协助你以后的阅读了。你不要小看你的格子哦，你的格子忽大忽小，会严重影响到你以后的结构。想法对，但是没对齐，这是签名。
对的有点歪，还可以的，还可以。棒，天才，棒，继续。现在你们在画的这个都是斜直线，所以它呢是叫做一次函数，它是固定变化的。那变化量是多少？就是看 x 前面的那个数字这样。很棒。呀呀，真的很棒，真的超厉害。很棒的人，你完成之后，请你现在去完成刚刚那个医生说他不会 X 在这里，请你去完成。没有页嘛？糟糕，那时候印的时候忘记印页，请你去完成第二页，你们自己编一下页嘛，不然我们会不容易讲。封面是第一页，然后按照顺序页码自己。不好意思，那时候印的时候，喂，对，可是写的时候怎么写法是二的意思是每往右一格就上升两。真的是反正双面的。错，至少学一半。行。来，小问题而已。是。我知道你有画到两个，可是你这边可不可以稍微标一下，可以直接数到的？你知道意思吗？就比较清楚，你对到上面。OK， 很棒。你的格子，你的想法对，但是你的格子差距有点大，就是你这个的一格大小跟这个一格大小差距有点大。我一直跟我讲，可是想法都对的，意思是。也是对一半，看错了。你的，你怎么会从四开始画啊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是从三出发，不好意思，你腾空跑到四去了。这样是这样，它上升的方式是，它上升的方式是从这里开始上升，对不对？那你上升的方式是往右一格，它会上升两。懂吗？来，同学快点板，然后抱歉，暂停一下，可以忍耐住吗？我那天发现有一个人，这个人要忍不住了。那个。啊。请问一下，我在画这个图的时候，我会先画什么？标什么？标零。好，标零，再来呢？标一。距离。标哪里的一 ？X。X 吗 ？Y。我在乎的是 X 吗 ？Y。所以 Y 我会标多少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会标多少？三。一、二、三。然后就描上去的，对不对？了解吗？出发位置先出来了，接下来呢？接下来我开始要往上两格，往上两格的意思是说你要走楼梯哦，你走楼梯不是直接往上走吧？走楼梯一定会往前一点点，然后再往上的嘛，不是吗？你走楼梯是这样子的嘛，对吧？哈，有人这样子走楼梯的吗？那叫电梯，对，那个叫电梯，对，那个叫电梯。所以呢，接下来你就是，所以这边我就需要画隔音，注意看，这边就需要画隔音。往右一格的时候，你可以上升多少？往右一格的时候，你可以上升多少？上升二。所以你这边要数两格。一格的时候要上升二，一格的时候要上升二，所以我会到哪这里？走。我从这一阶到这一阶的时候，从这一阶到这一阶，从这里踩到这里，对不对？踩楼梯不是一阶一阶踩，你踩上去就可以上升两格。我走一阶就可以上升两，所以我要从这里到这里直接踩上去，所以这是我的意思。那一般人来讲，
都会把这些延伸掉。那当然，往这边就是上楼。如果你这样子讲，就叫下楼，不是吗？对吗？然后跟我讲，可是这一条直线的说法，我们是用这种看法看，这种叫做上楼哈。只是你反方向讲，它就变下楼。但是我们习惯上讲都是往右为正，往上看叫做上楼，可以吗？这是约好的讲法，所以这条直线就叫做 Y。从三开始，它是上升，上升怎么上升？每往右一格的时候会上升两格，所以是这种方式上升。接下来我们考你一个最难，有点难。这个是一二，然后呢，这个是三三。告诉我这一条直线方程式，我觉得我有点强人所难。等一下，不要，这个当作业。更难。来，我跟你说。要，老师这样，好的，慢点。等一下。这个是二一。拿五三好了，这个是二一，这个是五三。老师想逼死我们。有这两个点，我就可以把这两个点连起来，那一条直线不就出来了？来，这一条一定是某个地方，然后加还是减？加。加多少 x 对不对？哪一个可以立刻算出来？二啊。哪一个可以先算出来？那前面那个格子。那个二啊。一加。二呀。哎，请问一下，这个格子要从哪里看？从底部。这个的答案要看哪里？你先回答我就好。这个的答案要看哪里？哪个地方有人可以上来比给我看？高度。这个的答案在哪里？在黑板上的哪里？在黑板上的哪里？你知道的请举手。你不知道。歪的地狗。高度。所有人把这个图画在笔记本上。他不是在那种歪的吗？画图。先下课，上课马上好。好不好？哇，傻眼了，不是。